哎，爸妈，你怎么能来了哈？我听说你家卖鸡卖，我过来帮忙的。不用你们的。你要有些给累啊，没出过的也都干的也重汗。原本想雇人的也雇不到人，全都是俺爸跟那个雨雪两个人弄的。我有雇人，打电话叫我来就行了。是的，你来帮帮忙。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哈？小孩上学多了，拿来。叔叔拿来了。啊，马上开学了吧？是的。这个杨家米，以前早年带那么多没熟，这回熟了。带着来给小孩吃。有什么好东西都想着我们。带几个南瓜来。在家吃不了。放萝卜。父母的爱是最无私的，什么都想着小孩。预约天没亮就走了，我感觉小孩还没起了，没行。把桌子好带我下去干。嗯，不想要你们干了。还行。你干啥呢？我刚下车，忙不过来了，叫雨雪打电话我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脏，还有臭脏。没事。赶快上屋洗去。你爸爸在哪都没的吧？他自己来的呢。看视频，看你太累了，有脏又累，你来干嘛吧？想把你分担一点嘛，看着女婿心疼了。那我不心疼俺爸吗？我买点菜，先吃完吧。吃完饭下午还有两车，今天下午应该都能买完。行。爸爸，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走吃饭走。大抓紧了，不用你们来呢。先把筐子卸下来。这一号干哈？哪有他干啊？这你带上娃就行了。我打打球。哈哈哈不要你干的，你看娃，来看娃子们。这才是上阵父子兵，一家老少全上了。也就诺诺眼小，诺诺眼要大的话也不来干活。这太沉了。咋样累吧？俩腿也臭。哎呀！老姐，哎，今天这外国人高手吧？嗯。谁挣的挣多少钱啊？最后一枪了吧？啊，没有了，进不来了。这一年。走！哎呀，行。啊，这个叫谁？那也光吃。那我跟车走了啊。行。啊，那俩鞋吧。啊，油都吸光了。正常嘛。